哦，吓死我！刚刚以为我买错了，买错就直接炸裂。对，我看起来意思蛮到位的。我的马洛斯还站在那里耶、欸！马洛斯，马洛斯 ，What？ 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嘿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Hey man, hey man, hey man. 你是挂机流吗？哎，你干嘛？回来啊，兄弟！哇，我们终于被 gank 了，我没有帮啊，因为好、哦、漂亮漂亮，至少我杀掉一个。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的拒绝。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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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到。突然之间，这个希望又回来了，希望无穷，漂亮啊！漂亮，哇哦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世界很美好。可以可以，世界很美好，世界很美好。突然之间，世界转变了，哇，天啊，好感动啊！帮他更中一波。哦，这个这个这个，不行不行，那个杀不到了。那个蝴蝶以为我走了，但我没有啊，我想杀他。哦、漂亮，这个单杀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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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抓人喽！请求集合。还一个开送，还一个开送，漂亮。我来抓人喽！可以，好，这个配合漂亮。应该是顺利结束的节奏，可以可以，行的，你们行的。
我吃了他三下，危险的，危险的，掉下他，掉下他，掉到了。提供那颗螺丝瓷砖可以啊，而且我之前的实况有讲过了，对，你可以到我 YouTube 看也可以，或者是等下看我结算的那个表可以。 悟空开送啊！等一下，哦呦，危险的，危险的，吓死我了！他开大，先闪一下那个克里希的大拳。 可以可以漂亮，他应该不敢吃吧？他真的敢吃哎、欸！塔杀他，塔杀他，只不过那个仅死停。 寒冰下下去一个挑飞，宣告阵亡。我会凯撒路啊，我会凯撒路，但我凯撒路玩的是吕布。嗯。我正悄悄的到来。 有了有了，胜券在握的感觉，来来来来来，悟空悟空，滴来滴来，滴来滴来滴来。他们带线就好，我去。 是个古龙，有位移的英雄就是在这个游戏比较强势哦。应该说，基本上所有游戏大多数都是，因为毕竟你有位移，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操作。 直接进去挑飞他，再一个大招，直接GG这个游戏，漂亮！技能附件头像是锁定敌方英雄。可以，我们再一场，兄弟们，也是今天不打观众场了，今天不打观众场。 我也是想要早点休息啊。我们这一场是13.2分，然后35.9%对英雄输出，还可以接受。顺便拿一下每日，然后我的配装是长这样啦。现在我都是这样出，建议买艾里还艾克，两只是不一样路，两只都强，看你想要玩哪一路。